三日，韩国电影界相关者通过 Star News 透露，尹相浩导演近日完成了《釜山行》续片《半岛》的剧本，将投入到选角工作中。以《半岛》为题的《釜山行二》承接第一部的内容，讲述僵尸病毒蔓延到原以为是安全地区的釜山后发生的故事。对此，尹相浩导演回应表示，的确正在企划《釜山行》第二部，但是目前还正在初期阶段，选角也还未定。剧本目前是初期版本，暂定标题为半岛，以釜山行二的格调，以僵尸病毒为中心展开故事，将以明年上半年拍摄为目标准备中，也有多个方案在讨论中，前片的演员们将不会出演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